会年时间作诗像 Léon Assy， 他的创作者是安托万·路易·巴里 Antoine Louis Barré。 狮子自古以来是庄严雄伟的象征，在法国许多狮子雕像又成为拿破仑大帝的形象符号，比如纪念拿破仑伟大战功的凯旋门叫雄狮凯旋门，甚至他最终战败的地方比利时的滑铁卢也建了狮子雕像给后人缅怀。巴里呢，在这里一改创作惯例，将狮子注入不朽的静美之中。这个雕像创作于1847年，现在被保存在奥赛博物馆。我们可以从这个作品当中啊，欣赏到狮子伟岸的身躯、高贵的美感、精湛质朴的表现手法。它还有另外一尊雕像呢，叫做狮子彩蛇 Lion au Cerf-Blanc， 曾经被保存在杜勒利花园，现在保存在卢浮宫博物馆。会年时间：法国巴黎。